港產旅行團正在播出，在這個節目中，鄭顯峰可以說是艷福無邊，和不少美女主持互動，羨慕死一班宅男。他接受訪問時，他就說做完節目之後，女團友的標準真是拉高了，要好像林詠彤那麼可愛，亦都要有曾淑雅一樣的長腿。在行山的途中，他不時大蘇肌肉，他透露見到一班姨姨更加主動幫手拍照，令到他們很開心，估不到自己都有姐姐市場。